哎呀，好，哎，别跑，别跑，别跑，小孩儿，就剪一下指甲，好吗？哦，这指甲可长喽，哎，好，剪掉一只，不要跑，哎，别跑，给他剪指甲啊，简直是，你瘦得厉害，就剪个指甲，你至于的吗？这指甲还差一个啊。好，剪完了一只，还差六。哦，吓死我喽！哎呦，真恐怖啊！你要吓死我呀！啊！哎呦，不能跑，不能跑！哎呦妈呀！没事啊，没事没事，别生气啊，别生气，好吗？又来了一个小孩捣乱的，刚说不要捣乱。别捣乱，行吗，小孩儿？好，剪掉了一个。吓死人了，你呀！一个月剪一次，对不对呀？也不多呀。哦，这有一个长的，可以。剪指甲，你有什么可跑的呢？我真是。好，你指甲不剪可真是了不得。来，戴好了，戴好了。哎呦，吓死了，吓死人了！哎呀，我已经开始出汗了。好，这只手可以了啊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，真是！哎呦，要吃人呐！你要吃人，这个指甲也特别长。这还有最后一个了，哎，这个好像……行了，小人啊，行。好了，还差。刚才我看怎么还有一只长指甲，这个没有剪呢。哎，好，剪掉。这还有一个，脚上有一个，剪完就完了。安静。还差一只脚，小子啊，把那只脚剪了以后再说，行吗？把它剪了就完了，这事儿就。你跑什么呀？来，剪个指甲有那么痛苦吗？这个孩子。剪个指甲。小子，起来，小子！就差这只脚了啊！妈的，在他妈的医生那儿也没这样过，你真是……好。多吃点啊，受惊吓了，今天是不是？哎呀，咱们都受惊吓了。来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给他吃点，小孩，给你吃，可以啊。好了，没有了。